千层蛋糕啊，给你们现场切一个，让你们看看什么叫真材实料。和哎呦我天，满满的榛子和巧克力酱。这个蛋糕有活动啊宝妈，我这个是化过的，现在购买立减5元，限时活动就3天。我擦擦手，来块小的啊。化过之后它就是软软的那种，你要是爱吃就是像冰激凌那种口感的，你就给它冻一下，吃不了给它放冷冻层里啊。你们自己看这个榛子仁有多大。包邮顺丰原价49.9元，现在立减5元，拍下44.9元。太香了。一咬下去就是那种满满的坚果香，然后混合着巧克力酱的味道。而且饼皮也够软。这榛子它冻过以后它也够脆，因为它切的块大，它就是相当于整个榛子一分为二了。视频下面有链接。爱吃甜品的一定要拍这块，就堪称经典。